如果不是岳云鹏，德云社这次真就丢脸丢大了。感谢各位了，我是真的不好意思了，回回上来都有掌声。让千大爷不好意思的不是观众的掌声，而是他的掌声比演员的都多。在德云社的钢丝节上，老郭似乎是有意要把新人演员往外推，上台的大多都是没什么名气的新面孔，让一群缺少经验的徒弟上台，剧场氛围可想而知，演出质量甚至还比不上小原子，毕竟舞台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。而这一次次的拉扯中，观众的热情也被消磨了不少，甚至还有观众提前离席。看着台下的观众们热情不高，千大爷心里也不好受，毕竟钢丝节也算是德云社相当重要的一个节日了，这么一出下来，对于口碑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为了顾全大局，千大爷也是放下身段和观众打商量。既然这样，拜托各位事儿吧，已经这样是吧，这个一会儿这个节目完了以后，后边还有一个节目，咱们整场演出就结束了，各位坚持住了，咱们虎头蛇尾就不合适，是吧？要不咱们笑话。上一次看到千大爷这么卑微的时候，还是20年前郭德纲还没走出来的时候，如今却是为了那些小辈出声挽留观众，也是让人感慨万千了。毕竟推新人这样的事情本就不该这样急功近利，更不适合直接放到钢丝节这样回馈粉丝的大舞台上。上来10个演员愣是没让场子热起来，一场场表演下来还不如于谦报幕有意思，这应该算是管理层的失误了吧。但是身为招牌的于谦却要低三下四的请求，这样的事怎么能让人不心酸。但是好在接下来登场的是如今的德云一哥岳云鹏，台下的不少观众也是奔着他来的，保住招牌的责任也就落在了岳云鹏身上。虽说岳云鹏是逗哏出身，但是身后的舞台经验却让他做起捧哏来也是游刃有余，更何况搭档还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。今天这个演出还是挺紧张的，真是不好，越紧张越出事，我要吓吓他。这我怎么了？东西丢了，他说我要去找一下。什么东西丢了？这东西找不到，没法演了。什么东西？观众的热情。这样的一个讨掌声的环节，明显是岳云鹏在看到场子不热的情况下临时定下的方案，但是尚小菊却能把这个段子衔接的流畅自然，寥寥几句话下来，台下观众的热情便开始升温，和岳云鹏的默契配合也逗得全场观众们首次爆笑。其实来说确实特别紧张，尤其我们这个从头听到尾，每个演员都特别的厉害，会打的会唱的不像咱们爷俩往那一站，只能靠颜值。谢谢，好在好好说啊，我们俩要靠的确实是今天啊，就是这叫师徒专场，对啊，都是师傅和徒弟的关系。但是刚才你这两句不是我教的，我感觉是你教的，我也练会。不要脸那个劲儿是我教的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，师徒俩人便做到了前面几个人都没做到的事，打破了僵局。或许会有不少人会嫌弃包袱老套，但是一来观众喜欢，二来包袱也实用，更适合两人贱嗖嗖的舞台风格。估计德云社也就这师徒俩能靠耍贱斩获观众青睐了。而之后尚小菊也靠着几个现挂，不仅成功将场子开开，还让的岳云鹏也对他刮目相看。没有听懂什么意思？就是前两天我那个8月15嘛，因为我喜欢吃螃蟹。什么？我喜欢吃螃蟹。您是出题还是点我？当尚小菊丢出这个包袱时，岳云鹏也是一脸惊讶，仿佛是重新认识了这个徒弟一般。而让岳云鹏惊讶的还不止这一个，之后尚小菊再次神级现挂，不仅化解了观众刨活的危机，还又一次逗乐了全场观众。四白面往下扔，用不用那个我问你用不用？不要不要不要，逗号。这个朋友真幽默啊，逗号，真逗。第二句应该是句号。看着这一幕，不禁让人想起了12年前岳云鹏的力挽狂澜。同样是演出冷场，没有人敢背着压力上台，即便是几个已经出了名的徒弟也不行。关键时候是还没什么名气的岳云鹏，顶着压力主动请缨，保住了德云社的招牌。经此一役，岳云鹏成为了一哥。而如今又是相同的冷场，又是岳云鹏和徒弟成功救场，让人看到了德云一哥的实力和担当。而尚小菊也不愧是被老郭评为剑门有后的徒弟，颇有几分岳云鹏的风采。我就给90报幕吧，今天结盟了，哥让你们赢好吗？让你们选搭档。谢谢哥。漂亮，哥们组合。昨晚上人家找您弄的活去，琢磨琢磨啊。来不及。
大家辛苦了，累不累？累。谢谢。哇，今天满坑满谷的观众。其实此时此刻我心情很激动，因为刚才就像那个上九溪说的，去年封箱封得死死的啊，就再也没有开过箱，到现在我们德云社也没有开箱，大家也都寂寞啊，尤其我们这些演员都在家待了很长时间，甚至有的演员在老家摆地摊呢啊，戴个口罩戴个帽子怕让人认出来啊，买比如说买东西呢，哎，这不是那说相声的吗？赶紧跟，他有的不好意思啊，有的不好意思。他一人摸，他就是热场，开心之后热情起来好吗？好久没有听到掌声。大哥，您几岁？我五岁。五岁，你的妈妈呢？五岁怎么没有头发了？真有意思，还骗人。你几岁？四岁半。四岁半。哎呀，原来这是个幼儿园啊！大叔，您几岁？还在岁数。还在岁数，还在岁数。这个天津呐，每一个观众都是演员，知道吗？都是说相声的。我们在后台经常聊说，在天津演出，天津好家伙，你必须得努力，一不努力，观众就超过你。每一个观众都像说相声，都特别的幽默，曲艺之乡嘛，是不是？既然大家都喜欢听，想听什么，我给大家唱两句，好吗？好。什么？我以前在台上，谁要说五环，我特别想揍他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唱了好多好多年了，今天再有人说唱五环，真的。真的以前唱吐了，但是五环已经半年多没唱了。突然很开心，突然很开心。那五环好吗？会唱的一起唱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叔，你是没听过是不是？对，啊，才五岁，就是五环吧，就是五环，好听不好听？好听。那为什么不张嘴？这身边有没有你的朋友？都是我的朋友。都是你的朋友，害臊是不是？是。刚才这老师是这样，我说他就呜。就不张嘴了，很丢人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嗨起来好不好？哎，嗨起来，一起唱啊！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。换一个，换一个，别别。导演就给了我五分钟时间。对呀，现在才刚一分钟。导演真是。小妹妹送我的狼牙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，大叔不是啊啊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小妹妹送我的，大叔啊啊，是又又，好吧？小妹妹送我的狼牙。
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偏赶上这呀，这半年多没唱过了。没不是忘词儿，不是忘词儿。哎呀，突然间想起了半年前，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，下雨又刮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导演等着呢，有请这个张九龄，王九龙是吧？姓王是吧？啊，张九龄、王九龙啊，给大家带来一段，掌声嗨起来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你看，这是就是接火不接泥，还真挺开心的，我跟你讲。今天能在这儿看到您各位啊，特别的高兴，特别的激动。本身也是天津人，咱是天津娃娃，真特别高兴吗？高兴啊！我跟您不一样，你怎么了？我今儿就挺别扭的。这挺好的，后台师兄弟都挺开心的，您为什么呀？师兄弟开心，嗯，谁开心？谁呀？栾云平开心。哦，我们总队长。我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？有的知道，德云社逗笑社的团综。哦，投票末位积分淘汰制啊！我刚才介�绍了，头一期，嗯，栾云平13票。嗯，是我们哥俩也没太丢人，咱们我们哥俩加一块2票。不不，您这心态有问题。怎么有问题？甭提票数，那提什么？这友谊第一，那比赛第二，这话没错。咱们应该一块努力哦，在这个节目剩余的时间里啊，咱们成功成名，咱们得有出息。那您说具体的，您得听我的呀。我听您的。首先咱们得分析一下这个赛制。哦哦啊，您各位，您可能有看过那个透露路透的那些，我不了解啊。啊，这个节目组有一特点。什么特点呀？剧情的反转特别多啊。这各位有的明白，这是增加看点。您说导演这会儿会不会设计一个惊天大反转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这期比赛结束啊，他不淘汰那个积分最低的了，直接淘汰栾云平。这是他说的啊，各位，这是他说的。给他画一票，给他们哥俩一人画一票，挺好的。上来就这种基调就对了，我觉得是吗？咱们在这个节目里，嗯，真的各位，咱们永远不能知足。我挺知足的。你不能知足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哥俩现在跟德云社的老师们差距非常大了。咱没啥。岳云鹏10个一上来满堂喝彩，啊，人家出名，人家挣钱，咱哥俩跟人比得了吗？咱们也还行。你跟人家天壤之别呀。我没觉得有区别。咱们老百姓最关注什么啊？吃穿住，哎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你哪条比得过人家？我还行。吃的你就差太多了。我怎么差太多了？人家吃什么，你吃什么？吃什么呀？岳云鹏大龙虾。郭麒麟、帝王蟹、张云雷、牛仔骨、王九龙、酱豆腐，齁死你！不是我喜欢吃这口，你那时候住那房子也不一样啊。住房有什么区别呀？岳云鹏别墅，郭麒麟复式，张云雷洋房，王九龙走廊。你连个底儿你都没有啊！不是我穿的衣服就差太多了。衣服怎么了？岳云鹏 LV， 郭麒麟阿玛尼，张云雷纪梵希，王九龙军大衣。哦，是不一样，有点热。你可气死我了！你有点热。我原来这块设计的穿的是比基尼，哦，气死我了！我还是穿上军大衣吧。我说晚了点儿呢，所以他寸了一下吗？好吧，好吧，你跟人差距太大了。哦，是有点惨，你得往上努力。您别老乐了，听我的，兄弟啊，一定要听我的。是，为节目怎么能成功？嗯，你得制造热点。哦，得有争议。制造热点什么办法最快啊？在节目里啊，你卖惨，卖惨，这样也能出名。这我明白，你了解吗？卖惨都知道啊，卖惨吗？嗯，朋友们，我小时候被基本功喊的嗓子都哑了。不行，这个太老套了，不够惨。台上演出效果不好，我整宿都睡不着觉。哎呀，你这都没有创意呀！我怎么惨啊？干脆这样，我怎么说你怎么表演行吗？你交给我，正式开始，启发启发，卖惨，我听听。我王九龙，还就是我入行相声，嗯，接近10年，不短了。从小学艺道路啊，十分艰辛，不容易啊。您各位不了解啊，小时候的王九龙
不爱张嘴说话，哎，没有语言天赋。后来4岁时，因意外掉入粪坑，突然变成话痨。我那就是饿了。长大之后，家人反对王九龙说相声，不支持我。王九龙啊，先后离婚3次。我今年才24啊。你这么多年没闲着啊？其第4任妻子，哎呦呦呦！为了阻止王九龙到剧场演出啊，经常对其使用家庭暴力，还打我呢，殴打王九龙，哦，导致其右眼缝针，哎呦，内脏出血，行了，左腿更换假肢啊。但是王九龙仍然不放弃对相声的追求，我放弃了。他们的嘴好快呀、啊。太快了，有些节奏筋劲使不出来，就滑过去了。对，你把你那个惨劲演出来。我试试啊，我是右眼缝针，右眼缝针，内脏出血，疼着呢，左腿更换假肢。哎，对。哎啊，要不我再来个脖子骨折？好，行不行？太好了，行，那我试一试。这是真理解这人物了啊！我是演员呢。哎，要是这样表演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。拿这包一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我脖子骨折呀，哦，绷带呀，这是。哦，你这还打着绷带呢？这绷带还系不上啊！你说你这玩意儿，你这医院钱是不是花少，绷带买短了？你这个、我可恨呢！我拿这个，这是干嘛的？捂着点儿啊，内脏出血呀！我这伤口都没愈合，就来录这个综艺节目来了，要不这就喷了，这就。你赶紧堵着点血吧，是不是？别让血喷出来。我这边也得这拄着拐，对，拄着拐啊！我一扭身，我表演。你找找人物，咱试试。就爱看这个。我要演的好，您给鼓鼓掌，鼓励鼓励我啊！来了，我试试啊，我试试啊。多么凄惨！大家好，真卖力气。大家好，好，我是王九龙啊，这就是青年才俊呢。我是一名相声演员。我们看出来了，多听相声有好处。您看多明显。我祝您各位啊，就你还祝各位呢，身体健康，怎么样？万事，哎呦，万事如意。哎，怎么样？太棒了！怎么样？你只听我这话，照我这样演出，您可就算是出名了，出殡了。去你的吧！